就是 Q 一，然后 Q 马翔波从这边过来，尝试要做 gank 标枪，出手是命中，但是 Crown 非常聪明，直接用限制技，哇，限制住对方马，直接往后这边被套了虚弱。Ambition 一开始是非常强势，做了一波 gank， 是把 UZI 的双招都给逼了出来，而且人头也缴了。哇，这边下来夹击的话，其实血量也不算太高，马来香锅开了，带着小虎，小虎开了鬼步往前要做输出 ，W 技能没有限制住，哇，马来香锅送头了，是有点太凶狠了，闪现上去想要扑，直接被对方定在塔下收掉了，哇，打得太凶了。这刚感觉这一波是真的想太多，因为其实那个位置夹击过来的时间点已经有一点点太卡球，其实你对上雷射的时候，最关键点不只是你闪掉多少，这边开启了，开启了是卷起两个人，但是果断缴出闪现，标枪这边是被抖掉，但是小五直接缴了闪现 W 技能，又是限制住了 Lula， 最后杰西的 poke 电磁脉冲收下了镜的人头。我会觉得这个击杀有一点花太多，人机这边拿到，但是就是感觉没有到真的这么赚。对，而且看你的同一时间也是在上路不停推荐。这一座下路的外塔应该是可以拿到守塔奖励，有凯特压在，哇，这边直接投在救了一命吧，但是人太多，这个 CTG 接连接下，哇，弹跳水柱有办法救回来吗？身上套着虚弱，最后雷兹是闪现上来，用技能收下了蛇女。对，但是下路二塔这边是要被 RNG 给硬点哦，三个远程角色其实点塔速度非常快，这边直接开启了大绝，大绝打了起来不是很痛，大概是消掉他这个300多D左右的血量，但是下路的内塔连续被 RNG 攻破两座啊。对，我后方 TP 进场 ，Q 鬼现在身上是有大根闪现的。RNG 选择反抓路了，路了走位又出了一点问题，反被抓掉，这下子队友就有点尴尬。但是卡玛跟凯能还是坚持要来做包夹吗？哇，这个位置将来到了现场，雷兹也到了，那马小五可能又被丢弃。雷霆魔王开启之后 ，Looper 跟 UZI 都被定住 ，UZI 血量不要低，叫做治愈。但是哇，这四线点掉了凯能，紧接着被雷兹收掉。Ambition 血量非常低 ，Looper 持续往前做输出，魔量不太够了，身上被打出吸魔剑，被动开始往后拉。马塔现在身上的血量也不够，这个进入水了，就配合闪现帮队友拉开了距离。哇，这整波的话真的说是，哦 ，RNG 也真的没有亏哦，因为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会不会有办法承受对方破格伤害是非常值得注意点。死亡灵是出手，雷霆风暴开启，库贝尝试要把对方留下来，但是没有办法反打、哦、这个伤害，第一波的直接把他非常接近的一场啊。对，之前的话稍微都可能会有多少一点落差。哦，哇，这边被拖了，抓到了马塔，马塔有点走位的速度有点老马了，被 Ambition 抓了之后，配合上致命伏笔，还有华丽切莫伤害带走他的人头。对，实际上他现在叠的程序应该是已经接近要满档。哇吼，哇，这边电磁脉冲再度进行 poke， 但是最后没有选择抢这条火龙哦。Ambition 吃着卡玛的加速往前冲，视角把对方给逼退，但是这个时间点也让 RNG 找到一个克的中路的机会。对，那在这边的话视野，哇，其实 Ambition 的位置很危险的。哦，小五这边，哇，上方库北进来，雷霆风暴定到了非常多人，近在后方开启华丽切莫 ，Looper 的血量有点低啊。UZI 这边是先把库贝点掉，但是 Ambition 闪现上来，虚弱套上去是把 UZI 给收掉了。这是一个神送一个推塔或者是拿巴龙的机会，但是麻辣香锅现在这边还活着的话，可能是还有一点危险哦，因为现在其实对于神送来说的话，他们的血量偏低，那要看看这个巴龙的处理怎么样了。对，那这边麻辣香锅选择先吃双持。那吃完双食之后呢，应该是 Rico 回家，没有打算抢这条八龙，但破个阵就怕对方做强开。那这边库北刚的进场，库北这边是没有闪现的，但是他传送还亮着的状况下面，等一下还是有机会利用这个八龙 buff 推送兵线完之后的空档，来往对方的后排进行进攻。我这边套加速直接上来凶了，哇、wow ，哇，这边不会定住，而且 Ambition 从后方直接进场，哇，一些波伤害把蛇女给带走。这两次的失误是直接送掉两颗人头，这中塔要直接送给对方了。我觉得刚刚这一波下路双人组合神送是做相当的，哇，这边想单打。准枯北哦，这个锤心弹伤有点高，雷霆炮打出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卢普身上是有着吸魔剑的被动的。但是这个位置过来是再一次的夹击，如果能够夹掉的话，是还有机会再推掉上二塔的哦。对 ，Ambition 这边来追击的，哇，带着三项鞋子有点恐怖，卢普直接被他删掉。对，这个伤害真的是非常的高哦，配合巴龙 buff 给予自身的强化，有可能是直接上去就把马塔外带回家了。这边是把视野慢慢一个一个的清空，这接下来就会考验到 RNG 在重新布置视野，这个时候，对，神送他能不能抓到对方的这个
失误，哇，这样抓了，反打一波，大比开启惊涛骇浪，想办法把对方给劝退，但是前方 MP 这边是直接被小鬼给刷到了，小鬼这一波很有机会打出伤害，但是 Kufei 这边雷霆风暴再度进场，把 RNG 全部的人都给逼退了 ，Looper 的血量很低，哇，没死 ，Kron 是闪现上去，直接用 Q 技能把 Looper 的人头给拿下。对，刚刚这边的话，其实进场的 Ambition 他做到的事情算是不太多，他看起来坦度还是稍微有点缺乏，先被对方收掉之后，麻辣香锅利用那个惊人也是来到，我雷兹直接开启大绝是把对方想要劝退哦，刚是吓得 UZI 直接往后做撤退，对 ，UZI 这边被雷兹的 CG 给定，哇塞，这边很棒哦。哦，但是这边有机会反打，库贝血量有点低，但是后方的 UZI 是被凯能给收掉，而且静也接着把小虎给点掉，完蛋了，这一波。这个 RNG 会掉非常多的东西啊！对，可是这边的话再继续推下去的话，其实是可能会稍微有点危险哦，因为应该有点难在第一时间直接把这个塔推完。麻辣香锅过来的话，这边的小兵已经接近要送光光了。对，而且小兵数量不太够，撸了中了，不要库贝血量很低哦。妈的，一根想要做防守，卢克五秒钟，哇，麻辣香锅是直接被雷兹一波爆发给打掉，这下子糟糕了。珠宝上面双塔都掉了，卢克现在复活了他的 poke 伤，先把库贝带走，能不能拯救？珠宝最后一点血量。近程点，最后一枪，近程一枪，如果没把它守住，恭喜我们的神兽啊！